好的，我们继续十三的剩余下的一半 ，si adqui non stederunt decreto druidum druides interdicunt hos sacrificis。 si 如果 adqui 某些人 ，some people someone， 大家要复出版 someones 就是这个味道 ，non不 stederunt stederunt 其实站立的意思啊，站起来那个站，那就是不服从。说在哪方面 ？Decreto， 好，不服从于判决。说 druidum， 这地方是个复数版的这个形容词的一个形式啊，或者说一个属格放在这里。说不服从 druid 的判决的话，那么 druides， 好，接着学它的一些其他形式是吧？复数版的主格在这儿 druides， 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猜得到它的。这个宾格也长着一个德行，因为都是第三宾格的词。说 druides interdicunt 这个不允许 host 这些人，这些一个宾格，小心啊，它跟后面这个不是同一个成分啊，这个不是修饰它的，就不允许这些人干嘛 sacrificis， 在哪方面不允许他们，在祭祀方面，所以不允许他们来祭祀。再来说 ，hike bona est gravissima abut gallos， 这个就点到了。这样的一个惩罚 ，hike this， 这样的惩罚是非常非常重的 ，gravissima。后面有一个 issim， 一个最高级的尾巴，所以非常非常重的。这样的惩罚是非常重的，在哪 ？abut， 在高卢人当中 ，gallos。继续 ，he homines。Habentur numero impiorum ac sceleratorum， 有没有觉得这个词很眼熟啊？在上一次我们的 A 部分，也就是前半部分的我们说的那个罪行是吧？说这些人，他们有说 numero 极大的，那我接两个属格的人，说极大的这个所谓的不虔诚不前进，他们很不虔诚，然后呢而且罪大恶极，很大的罪，字面上来看。Modo 说 Omnes decadunt his et defugiunt dicere cum his quod non volunt accipere adquit malum。 Omnes 所有人 decadunt 字面上来看离开，说所有人都远离他们，his 这些都从他们那里远离，并且他们也逃离，或者说他们也不想 defugit， 字面上来看是这个逃离的意思，说他们也避免怎么样 declare 说话 whom with his 跟他们跟这些人说话过的，因为 non volunt 他们不想 accipere 不想接受 adequate something malum 一些坏的东西。 what unus druidis priest his omnibus druidibus， 接着学它的一些其他形式。unus 一个啊，从这地方我们可以反推过去的这个阳性词 druidis， 好，主格的单数版，它的基本形式上这个德行 druidis， 说一位德鲁伊 priest 是什么什么最靠前面的，换句话来说就领袖。说 his omnibus druidibus， 好，这些所有的德鲁伊人的领袖。继续 ，hic druidis habet auctoritatem summam， 再解释一把，这个 druidis 这个德鲁伊人的话有 habet auctoritatem， 所谓的权势、主权，然后 summam 最高，他有最高权力。继续 ，hoc druide mortuo druidis qui habet。dignitatem maximum succedit， 学习说如果说当他死了的时候，多个 hawk druid hawk 那这个跟 hawk 一样多个，然后 mortuo 死亡，说当他死的时候，那么 druidis 又一个德鲁伊是吧，会乎关系代词 habit 具有最高权势的那一个就会继承 succeed it， 英文的 success， succeed，
这方法是继承的意思啊，不是成功。Model 说 ，Sie sind Blueres Paris contendent de principato suffragio druidum non nunquam etiam armis Sie 如果 sind 他们是 Blueres 很多很多，说如果有很多人他们是 Paris 公平平等，换句话说，如果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其实是差不多的情况下 contendent， 那么他们就诉求于什么呢？ They 在什么方面？ Principato 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长屋，所以第四边格的啊，长屋的那种，说在领袖方面或者在领导权这方面的事情上，他们就诉诸于用什么来？ Suffragio 用所谓的这个投票，德鲁伊的投票，他们就用德鲁伊的投票来决定。然后 non quam etiam 甚至不惜使用什么 armis， 后面还是一个多格放在这儿，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字面上来看是武器 armis。 继续 omnis druides certo tempore anni convenient in loco sacro in finibusArnuntum Omnis 所有的德鲁伊人复数版对吧，刚才我们学到的单数版长这样 Druides Kerto 这是在某一个固定的时候，多格然后主格，说在一年中间的某个时候或者一个确定的时候，那 Convenient开会走到一块儿来，然后聚集在一起，说 in loco 在一个地方， sacro 在一个圣地， in finibus 在什么什么的边境上，说 carnuntum 在这个卡尔努德斯这个边境上聚集在一起，然后说 quae est which is 又是关系代词， quae est in media totius Galliae， 说它是什么中心 ？Totius 整个属格在这儿，说整个高卢的中心。再来 ，convenient put the current day controversies， 说他们聚会是为了什么 ？Put 又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接虚拟语气 ，the current 为的是能够字面上来看 ，day 关于。这些争端的事情 controversies 争端，他们来这个地方的话是为了能够来那个谈论关于争端的事情了。再来 omnis barent decretis udicisque， 这地方所有人Barons 服从，虽然都服从于说这个判决以及决定，或者说这两个词其实意思都差不太多。Udicis 小心的就是这地方服从后面这个词它并不是使用的一个宾格，而是使用的一个语格的形式。再来 Disciplina potabatur 这地方其实也有个长音 potabaturRiperta esse in Britannia atque lata esse transmare in Gauliam Disciplina 那么说到了这样一套制度 Disciplina 这词其实意思也不少，比如下面这个的 Disciplina 这个是它同一个词的一个宾格形式，其实也可以是某种学问。说这样一个制度的话 Potabatur 好，这会是真真正正的这个被动被证为是 Reperta esse 好 esse to be Reperta discovered 那起源你可以说字面上来看是发明，说这种制度的话被认为是在不列颠被发明的 Atque 于是乎，然后或者在那之后的话 Lata esse 还是一样，先来一个这个分词完成式的分词，然后加个 s to be
to be， 然后也是个被动，被动说了这个完成时分词只叫被动啊，没有这个主动的情况。说 essay 那么被带到 trans， 穿过 mare， 穿过大海，然后漂洋过海来到了哪儿？因高利亚到高卢 ergo， 于是乎，因此 ，eli 那些人，那些个 qui， 故，关系代词 ，discipulan druidum， 说 discre volunt， 那些个想要 volunt， 想要 discre 学习，想要学习这一传统，什么传统 ？druidum， 德鲁伊人的传统的人，就 in Britannia aunt aunt 是 go。They go， 他们就去 in 的后面，他给出的是一个宾格，所以说去到某个地方去，就是 into 的味道啊，去到不列颠。好的，这部分我们就说了这么多，下一次我们来看下一章。